咁咧就想分享一下師母咧心目中咩叫 raw， 大家都聽到好多 raw。其實 raw 就係 restore authentic worship， 將真正嘅敬拜重新帶翻出嚟。有一天聖靈就跟我說：你台下的生活是什麼？你台上的生活就是什麼。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明白，哦，原來真實的敬拜者是在神的面前呢。你没有第二种的面具，更希望是有更多的人可以真的起来，是用他们的全心全意全人全力去敬拜神，以致神的心得到满足。我知道我就是要竭力的去追求，我就是要跟神面对面，我就要一生一世在他的殿中去敬拜。我只有一个渴望，就是我渴望我弹的琴可以触动神的心，也触动人的心。那所以其实对我来讲，敬拜我就是唯一的渴望，就是吸引神的同在。我听到你们分享我就好开心哦，我相信一定好多人都很想跟你们一起敬拜，无论是站在台上敬拜，或者是在乐手区里头各式各样的乐器的服饰，我觉得大家都很想。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，真的你渴望一起敬拜的，都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敬拜队，敬拜队一致欢迎，永远欢迎。